这困了。不亲妈妈，都怪我惹了祸。我也不知道我脸上怎么就想哭了。不，我哭出来就好了。我唯一感到轻松的地方，我上了那几天班的地方，都有媒体去啊，我都被辞退了。我一直待在家里，我能活多长时间？我能活到年底吗？我一个大活人，我有手有脚有腿有脑子，我却不能出门。现在我家地址都曝光了，我更不想出门了。如果我能活到年底，我也想出庭作证。但是你觉得一个正常的人谁有勇气每天待在家里就能活那么久？我做不到。我真是做不到。骚扰电话很多吗？每分钟好几个不间接的在往里打，打完电话发短信，打完电话就立马来短信，全是妈妈。看来谁会受得了？反正我真的是受不了。我爸爸妈妈每天看着就忍着。